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天我们把这个蜜蜂搬走的这个胶鼻啊，把它提炼成那个蜂蜡，我们现在制作。今天的这个风特别的大，这风很大，这里已经弄好了一些了。看，哇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摆出来。好大一块呀、啊！现在我慢慢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就像一块饼一样，你们看一下，特别大啊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蜂蜡我们到时候拿去山上做那个诱蜂，效果绝对是杠杠的，你们看一下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大个？这一罐应该有2斤多，2斤多重。哎呀，这一罐蜂蜡够我这一年诱蜂用了。这个整块全部都是这个纯的这个野生蜜蜂皮来做的，这味道特别的浓，我们拿到山坡上去做那个引蜂，把那个火机一点烧，蜜蜂很快就飞过来，诱惑是非常高的。这个放在蜂箱诱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到这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野生蜜蜂，想了解更多诱蜂的朋友们，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